这边动到就好像就很痛，比后面强烈。对呀、啊、对呀、啊。哦，比后面强烈，这一边。对，会痛。会痛啊！我、哦、再稍微用力，你就开始痛了，对不对？对。所以深层就痛点。啊，但是深层不是蛮力哦，是缓慢的进去，用身体，身体这样沉下去。所以我这样痛，你还能接受，对不对？就是你他能接受，但是可以确定，子宫癌前面还是有痛点。刚刚应该问你是按背后才不痛，还是按前面才不痛？按背后没有感觉到前面。前面，我是按前面你才感觉不痛。哦，了解。这一个子宫癌，它前面很强烈，比后面什么肩椎、臀部原始点都还要强烈，所以我把它处理完，就是后面先处理完，那它，我再叫它翻过来，再从腹部按，它就觉得腹部很痛。好，那这个患者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有腰酸背痛啊，另外他常常胃痛，还有腹部痛，所以我不只找他的那个肩椎臀部原始点，我还帮他找下背部的原始点，因为他胃也常常痛啊，所以整个背部这两条，甚至上背部我也稍微有按一下。那真正的痛点下背部两条原始痛点，我就是脊椎两侧啦，都有痛。那按完他感觉那个腰酸有比较好，但腹部他还是感觉隐隐还是在作痛。那这时候我不只按，你们现在影片看到的是小腹，我事实上是从心窝下面那个软软我开始压，他整个压下去都很痛，然后到肚脐也很痛，肚脐以下也很痛，所以我全部都帮他按一遍。按完之后，他刚刚在叙述说，按后面好像肚子还会痛，但我按完前面，他的痛就解决了。所以我这样按下来，就是发现这个患者按后面我上背部，他腰酸是改善，但腹部痛不能改善。我再从腹部压，哎，发现都有痛点。那压完，我用的时间不长，差不多两分多钟吧，我自己感觉了，因为很快痛点找出来之后，啊，整个压一压，哎，还没有用热源哦，还没有用热源，他就压完，他马上立刻就几乎缓解了。也没有痛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时候很明显的，如果以我们的按推背后的原始痛点来看，他后背部改善，但他的腹部没有改善，那这个腹部就是属于怎么样，患处体伤。那患处体伤，我再从前面把痛点找出来按一按，哎，竟然也是可以立刻缓解症状，所以这个让我进入就是这几天一直在沉思着。那患处体伤还蛮有效的，它也可以解症于一两分钟，也就是瞬间就可以把这个病症解决了，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原始痛点跟这个的关系，是不是可以把按推患处体伤也可以当成按推他处体伤一样，当做一个解症的医疗呢？但经过思考，答案是不可以的。我还是把它最后还是把它，因为经过几天这样想，然后我过去的种种研发，我终于确定这个还是小开关，不是大开关，但不能说小开关不能解症，本来小开关就能解症。因为你是下子太这样猛力，你没有用身体的力量靠过去，我要用身体靠过去，有没有？然后再推，再推，所以我身体会往前一点，所以我的力量是来自于身体，
那你的力量是来自于手，所以手它马上就皱起来，因为这样会有压力，但是还是有效，因为你按对地方。重点记得是这样按。这个手法哈相当重要，我认为以后志工都要考试。我发现这样竟然，我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个很正确，就这样顶住之后，然后这样按，这样。一般子宫癌是在这里最痛，子宫癌因为从这里耻骨上来，这里小腹，所以这里很痛，对不对？这里也没有痛，就是用身体哈，记得。往前倾，记得，你看哈、哦，往前倾，有啊，力量就进去，然后力量进去再来回，然后来回的时候，那个腕骨不能提起来，一定要粘在那个肉，哦，这样它就舒服了，哦，这样对不对？哦，虽然有痛，但是这样很柔和。对，可以。对，我试试看，要不然回去都要考。按这边哦。这一手不能这样。那是你太太，我说我没有这样。哎，你这里还是在用力，你没有你硬邦邦的，所以他在忍受你的那个蛮力，那是蛮力。你抓我这个手，然后看我这样，我有没有变硬？还是没有，都没有，都是软软的。对对。然后我力量来自于哪里？我来自身体。身体比较健康，所以你这样就比较能接受，对不对？一般肿瘤是这样，因为他们在里面嘛，那按推的时候，它周围一定都有痛点，这我已经确定，各种癌都可以找出痛点，而癌要解决就是解决痛点，为什么它会复发？因为它手术之后，它那些痛点没有解开的时候，它又在其他的地方。就再长出来。那在按推痛点的时候，如果它已经形成了，那有时候痛点的时候，那个肿瘤啊就会爆掉，啊爆掉就会流血，还有流组织液，就像他说的，这个是组织液。那如果不让它出来的时候，它一直积在肿瘤那里，它肿瘤就会越来越大。这就是西医说的，如果不赶快处理，有时候肿瘤会越长越大。事实上是因为它里面循环不好，我就是说肿瘤一定是怎么样极寒，然后体伤就是循环不顺畅，就像水沟水不流了，然后就开始发臭，那你一定要清让它通，它通了臭水也流出来，那整个这个水沟就干净，它的道理是这样。子宫癌它背后那个颈椎还有臀部都有痛点，那因为他常常也胃痛还有腹痛啊、哦、那他先生哦虽然手法不到位，但经过两三个礼拜啊、哦、的努力，他的症状很多都缓解了啊、哦、所以现在基金会在做癌哦，我这样这几次看下来哦，速度都非常快，也就是一般患者如果有信心照我们这样做，你看有时候两三个礼拜，哎，他就恢复很多，所以他太太这一次来，体力也变好，然后症状很多都改善。那唯一这一个影片特别好，就是因为目前为止，我发现哈手腕的力量，因为当时候已经好多年没有考试了。都考手肘啦，按推背部啦，食指法啦，按推耳后，但是唯独这一个舒缓的腕骨根本没有考，所以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是标准的，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是懂得用手腕还有身体的力量然后按下去然后才推、哦、记得我们任何一个动作，我们的动作都叫按推，所以你那个按下去那个手腕的力量，腕骨的力量一定来自于身体，不能用手的蛮力，然后稍微身体往前倾，然后它就自然慢慢生成了，然后到了生成的时候才稍微推，而不是在表层就推哦。而我们常常会怎么样，像他先生就直接
推，它是推按，我们是按推，那动作反方向，根本患者就很不舒服了。所以绝对不能推按，我们是按推，特别强调一定要直线往深层下去之后，到了深层，然后才能稍微推。你看哈、哦，大家看一下，哦，深层下去了，然后我才推，顶到底，也就是像我们手肘一样，手肘按到底之后按，然后才开始推。同样这一个动作也是按到深层才开始推，大家一定要练习啊！以后的腹部，也就是沿着肋骨啊、横膈膜以下的整个腹部到小腹，以后要找痛点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这个手法，然后这个手法一定不能用两手，一定是用一手，就好像我们在按推的时候，只有一手啊。用手肘法也好，食指法不可能两手同时这样用的，不可能、哦、所以这个舒缓动作同样也不能用两手，是一手，然后一手固定、哦、然后靠身体的力量往前、哦、往前的时候它就往下伸了、哦、然后往下伸到底部的时候你再稍微推一下，然后推出去之后回来的时候手掌心一定还是要粘在它的肉上哦，不能分开哦，你不要拿起来又压哦，这样就压来压去，患者很不舒服，是粘在一起的。我们要做到很专业，然后让患者又能解症又能舒服的话，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啊，大家要再好好练习一下。经过这一个礼拜，又更好了呢。对呀、啊，哎，这一排排出一些好像那个组织液啊，那些有没有很味道很浓厚、啊、很腥臭的？有哈、哦？哎，不是，酸酸的，不好。不好闻哦。啊，排每天都排很多是吗？对对对。啊，这个也软掉了。哦，也软掉。我们有定。现在都软掉了。好，这个就是我跟各位讲，像乳癌一样，它是按推痛点的时候，它那个痛点一按，有时候它有伤口就自然就会流出组织液或血水，那这个流因为它流过之后肿瘤才会变软变消变小，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他上个礼拜我帮他按的时候，他就有感觉在流了，对不对？我一边按，他就感觉他也在流。对，所以上个礼拜他先生有帮他按，但是因为上个礼拜我感觉他先生好像，虽然手法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精准。但他的爱心足以感动他老婆，他老婆一直称赞有还好有这个先生，然后他症状很多都改善，对吧？啊、哦，上个礼拜是这样，那你趴着，你压到底，然后再推，你扫了到底你就推了，所以你差那个一点点感觉，没有进去，对不对？就开始推了，我有没有讲错？对对对，对、哦、所以哈、哦，你看我从外面我已经知道他大概对。但是怎么样，他没有按到深层。那我们一般按推也一样，用手肘，我们叫做按推，按到底，顶到底了才推。所以这个用到哪个手法都是这样用。所以你一般会犯错就是怎么样，这样叫做推还有按同时来，那叫做推按，那这个不对。所以我们是按，然后到底推，所以变这样，按，推，按，推，所以按是直接下去，没有按是斜进去的，没有这样力道。对，那我这样压，你会不会还有感觉在流水？还是会。所以他这里还是要加强，简单。
它按的过程中还是会排出一些分泌物出来，那这些分泌物如果不排出来，它一直停留在腹部，那其实这个肿瘤也不容易消。那我们现在这样处理是还要解决它的症，还有什么状，还有肿瘤，因为按压肿瘤附近的痛点把它找出来。这里哦，他先生实际在推的没有检出来，他先生是推按同时往外拨，那这样他太太也是有感受，也就是有比较好转，但是就没有办法把深层的痛点按出来，所以效果还是差了点。好，大家看哦，所以按推这个手法变得很重要。我处理过，我这一段时间处理很多癌症啊，比如子宫癌、胃癌啊、肝癌这一类，在腹部一般都可以找得到，啊，只要稍微按进去，都一定啊，就是有痛点。好，那这个手法啊，也请大家了解，一定是先按后推，之前也有讲过了。那它留一些组织液。哦，每次按都会留很多组织，这个现在来看也都大家也都清楚了，这个肯定对他的病情是有帮助。那确实实际上也是，他腹部已经变软，而且本来他从心窝下到小腹全部都是痛，没有按也会痛，然后按得更痛，然后这些痛点把它缓解了，哎，他现在也改善很多。好，我觉得他应该也算是蛮成功的案例。他是子宫癌，那时候我接的时候是整个腹部肿瘤哈，他觉得都绷紧了，对，整个腹部都胀痛，从这里胀痛到胃来，然后后面也是腰酸背痛。但是我发现他们蛮有福报的，第一天检查完，第二天就赶紧过来，所以几乎没有破坏。能够不被西医打败，我认为很难。每次一压，他每一个点都痛，但压完他马上就舒服。那当下他感觉腹部就松软，好，那松软之后他还会分回来啊。接下来就是他老公的事，他在按推的时候，他都会留组织液。我只要按压，那我说一般肿瘤会消，一般常常会流血液啊、组织液啊，那个是一个过程，那个是正常的。一定要运动，也对，患者不运动那不行，对，会比较慢。所以我认为哦，他因为他体力好，他一定要鼓励他运动。那我们来看看你的手法好不好？他这个动作哦，还不是很标准。等一下你按完，我再跟你讲。我跟各位讲，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误观念，以为我把患者弄得很痛就一定有效。你弄错了，越痛它是越无效。错在哪里呢？它就是这样往外推。对对对对，不能有往外推，那个推都是表层。那你看哈，应该是怎么推呢？再下去，按，然后推一下，这样很轻轻的，按，推，直线下去，到深层的时候，哎，轻轻的推，拨也不是推，拨一下，来，你看啊。这样到深层拨一下，有没有到深层拨一下？所以手法重不重要？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现在整个腹部是软，以前不能这样压，以前稍微碰一下就受不了了。那你看我现在是压到深层咯，所以是确定他已经好很多了。这一点你痛吗？就是在这一点哦，我告诉你，你这一点怎么按推？不要移了，就这样压下去，压下去，然后拨一下，然后按下去，拨一下。痛点找出来之后，这个痛点可以多按推，你不要说两三下就这样跑过去，哦，那这个一定要深层才有效，因为如果你这样推是表层，对，但我按下去。到深层我才拨一下，所以我是按在他的痛点上，这个是要有一点点技巧的。那这个是痛点，你这样蛮爱练的。他的痛点哦，也是在患处，患处最痛。我们的臀部开关在这里，他是痛这里，
所以我就直接按这里。我刚刚说我没去试嘛，那么痛。所以它的痛点几乎是在下面，跟我们的开关完全不一样啊。这一台都痛。西医有一个名词，就会转移扩散啊，它患者会无穷尽的想象空间，然后就活在紧张害怕中。那事实上跟肿瘤有没有关？完全无关。记得我讲，所有症跟状都跟肿瘤无关。不管你割干净了，该痛还是会痛。你没有把开关按开，没有让热源进去，它都会存在。第一次来的时候，那另外就是下一次再来，连续两个礼拜来，那两个礼拜已经进展非常快了。第一次我在帮他找的时候，当然大家也看到背后有痛点。然后臀部更不用讲，整个都是痛点，甚至他的影片还有臀部外侧一点点，也就患处了，应该算患处，还是有一些痛点。然后最主要是腹部，整个他来的时候，刚开始连胃都不舒服，然后腹部也不舒服，到小腹都不舒服，也就是横膈膜以下整个都不舒服，硬邦邦的，然后轻按就痛。然后腹部不舒服，我按背后腰酸改善，但腹部还是胀痛，哦不舒服。那我帮他按前面之后，哦，然后甚至心窝下，我记得第一次也有按到心窝下，然后整个按下来，整排都痛，但以小腹最痛，哦应该是这样。然后按完的时候，他当下就跟我讲啊，整个腹部已经不痛。但还是硬邦邦的。那经过一个礼拜他先生的努力，他先生手法，因为他只是一个爱好者，哦，对原始点的爱好者，所以当他太太一检查出来，他们就已经决定了不再接受西医的进一步检查跟治疗了，哦，所以直接带来基金会了。那他先生也帮他按，虽然手法不是很好，但是还是改善。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腹部已经稍微变软了，但他这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只要这样压下去，他下体就开始分泌组织液了。他是一边按一边流的啊。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一两个礼拜下来，他整个腹部也松了，然后体力也变好了。然后他说本来这里整个肚子，当时候会去检查，就整个肚子胀胀，还有整个腰酸背痛，非常不舒服啊，才会被检查出癌肿瘤。但这些症经过一两个礼拜，他感觉大幅度减轻了，应该好个六七成以上，应该是有了。你看短短的时间了，这个都是在一两次，差不多半个多月，哦，这两个影片，那当然他现在都还有来，那陆续都还在进步中，哦，所以我现在在看癌，哦，好像，哦，现在只要懂得去处理，然后家人也愿意配合，哦，然后他们也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哦，留组织液不用担心，这些都跟他讲清楚了，然后患者也配合下，哦，他们一般恢复的情况都非常快，哦，这是我对他的感受。但是他们，哦，唯一一点就是他们可能，哦，尤其他太太对原始点的观念，哦，还不是很清楚啦。但是他会有信心是来自于确实他好得很快，所以当然讲的话他就愿意听，哦，所以这个从患者，哦，第一次来到现在，我看他现在的表现，那个体力啊，跟第一次来，哦，已经不大一样，而且改善非常多，哦，这个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所以这个腹部的按推方法，因为做了很多癌，特别觉得重要，哦，那要解症一定要按到深层，它就有痛点，然后慢慢推，然后来一回这样推，他腹部就很快就会软了。他先生说有时候腹部都会帮他按好像百下一百下，但是他的手法还有往外推是不舒服的，
但是因为有效，他太太也愿意给他做，所以每一次来我都会叫他先生一定要过来，然后练习手法，那对患者的进展就会更快。好，这是我对这一个案例的补充。等于这一套是按完很舒服，结果他按完变很累，所以这个已经有一点哦，跟我预期差太多了，那代表了手法有问题，还有热源的使用也有问题。我告诉你哦，怎么按，按下去，按下去有没有？我有没有退？没有。好，我要起来才这样，这样就退了，而不是这样推。这样搞他难怪很不舒服啊！我被你搞，我也现在还有一点不舒服。你连我正常人，你都这样推，这样很不舒服，受不了，受不了啊！我这样按，你也会流组织，一样。但病又可以好，又很舒服，然后起来又不会累。很舒服，这样很舒服。你看我这样，对不对？现在就有流组织，再流了哈、那这样舒服，对不对？所以手法非常重要啊，尤其到重病的时候，你推得太过，你的过不是因为两次的问题，而是怎么样，手法出了问题。然后手法如果出了问题会怎样呢？按推下来，患者会因为痛而消耗很多热能，然后消耗热能之后，他就会疲惫，是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照理我们按推又配合热源按完，应该是蛮舒服的，而且是不会累。但他每一次被你按完都很累，那代表一件事，真正问题还是在手法。哦，刚刚那一个哈、子宫癌它其实好很多。我就是说刚开始来连腹部碰一下就痛，但我发现这一个礼拜来它的情况好像有一点恶化，恶化就是体力变稍微差了。那我们好转与恶化不是看症状，它症状虽然改善，但体力稍微变差，我这个就比较担心。然后整个问下来，这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法出了问题。我叫他腹部，其实我里面也有躺着让他啊，好像先生推，他先生推就是横着推啊，他不是直线下去哦，那个推了很不舒服啊。你看他有时候一按就按半个小时，那他太太这样被按推到死去活来，所以每一次按完之后他太太就觉得很累，然后按完两次就更累，所以他太太问我是不是按得太过了，不是按得太过，是手法出了大问题。也就是他先生比较属于粗糙型啊，好像就比较会用蛮力。所以从这一个患者，我说如果家属这样，哇，那本来是很简单的案例啊，我认为他子宫癌已经好很多，但这个礼拜突然间体力变差，原来还是出在手法。所以我叫他以后哦，他们一个礼拜要来基金会三次，由指定的志工来教他先生按推，然后顺便由他志工来处理。那我相信这个礼拜他还会来，下个礼拜说不定还可以继续追踪。经过我这样调整一下，也就是叫他们一定要过来，不要再由他家属自己按，因为这样会出问题。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先生，因为他是你枕边的，你如果他手法不提升我只有一个结论，他不会好，甚至可能会恶化。我也讲白了，因为我已经看过很多用延时点，因为手法错误，越按人越虚，那越虚代表是什么？恶化不是好转。延时点不是看症状，是在看体力体力越来越差代表一件事，这里过程中出了问题。那按推会消耗热，所以如果又按推错，然后时间又长，它会越来越虚。
只会越来越小，不可能好。所以我才那么很挂碍他，就是我是很挂碍的，因为我不是，因为我认为哦，你太太是完全可以，是我认为我很有信心可以完全痊愈，所以应该是要全力以赴帮你。以我看过那么多患者，我就明白讲，其实按推非常重要，你只要太大力或方向不对，推完很累的，累到有时候都不想吃饭，我连有时候讲话都不想讲话，我都看过。那他真的哦，我讲到你的心声哦，人讲话都不想吃，你看是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很清楚他，因为癌症我已经看，你看从研发到现在十几年了，那我做过无数的患者，也看过太多的癌，大概一看你们之间，我大概什么问题会产生，我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所以现在你如果再不觉醒真的很难下一步。理由很简单，除非就是你每天来，你也不要再依赖他，不是我挑拨离间了，因为他越搞让你体力越虚，那你还要相信。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自己来基金会给志工找专员。所以两者比较起来，体力变差但症状变好，在我看法还是恶化。一句话，但如果体力变好症状没有改善，我认为好转。那他感觉这里痛，是不是这里的问题？感觉的不一定是真的，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本身是子宫癌嘛，对吧？好，所以子宫癌就在这里嘛，所以这里一定也有痛，但这里痛多数他数体相，所以我认为很可能是在臀部哦，臀部颈椎那里都有可能哦，而不一定是在这里哦。但我要按这里是要解决他的什么呀？子宫癌，所以才说他背后还有正面都非常重要。好，就从这里，所以我才说他腹部痛一定要先从这里找起，脊椎两侧最重要啊，脊椎两侧是关系生命的哦，因为它是大开关啊，那腹部是小开关，是解决肿瘤的，到下面来反而不痛是吗？对，这里比较痛嘛，这里，然后这里一直上去都痛，那你看它这里痛，它在压这里，这里对过来，来你测一下，好，这里对过来，我翻给大家看，就是这里啊，这里往上找，所以在这里就找到痛点了，是这样来的。那他还有小腿肚痛，就是因为上背部的问题，所以再一并处理。这里松了，但他还有一个肿瘤的问题，所以我说一定还要来，你手放下来，手一定要按深层，这里痛不痛？还好，按不会痛。所以你看，按不会痛，那代表怎么样？他刚刚那个痛。这里不是开关啊，所以如果我再按到深层，它如果有痛，那个痛是要解决它的肿瘤，而不是要解决它腹部的痛，跟腹部无关，了解我的意思哦。好，刚刚大家看了，痛多属他数体伤，所以真正开关还是在背后啊。那他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先生手法，他先生手法确实比较属于粗暴型的，然后揉的时间又长，每次帮他按都按有半个小时，他按下来就冷冷虚，虚到也不想讲话，甚至吃不下饭，甚至有时候脸色都苍白。然后这样一个礼拜后，本来好好的来，体力就变差了。所以我特别看这情形，我说如果这样再继续揉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才叫他太太哈，如果可以的话，他先生手法还没有很稳定下来有进步的时候，他还是应该来基金会寻求协助啦，等他先生可以的时候再给他先生。但是这一个礼拜上个礼拜他先生学得蛮认真的，那我也
从旁再点拨一下，我发现他进步还蛮快的。那他先生如果手法改善，就不至于每次按推完就变得人很虚，而且一天还按推两次、欸。那他现在的子宫癌一开始来的时候，整个腹部是僵硬的，现在已经变松软，所以我才说他症状是改善，但因为在按推的过程中消耗太多热能，体力太虚了，哦，是这个问题。